你看看这个，比万能相机还要离谱，但要平衡。我打开视频一看，地铁卡过。这火车都上了，确实够离谱。万箭齐发，这咋还带上国杀呢？全民象棋杀，看头像有扑克也五子棋，就冲这万箭齐发，啥都别说了，现在开整。这就是开始界面，象棋、五子棋、扑克、三国杀成分复杂。它这个跟万宁还不一样，万宁是固定大招，这个是抽卡，甚至可以把一把普通的象棋硬生生的下成五子棋。接下来给他们演示一下什么叫做高端局。这一把我是红方先手，开局丑牌无，无中生有加炸弹，先打无中生有，摸了两张锦囊牌，顺手牵羊反客为主，对方打出四个尖，我本以为要完了。没想到投自己家去了，这炸弹是随机的，对面运气太差了。最近我也打出一个炸弹，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精准投放。青龙偃月刀，四个十，过。就盯着自家轰炸呗。四个尖。还有四个尖，好嘞，彻底把家炸的就剩一排了。南蛮入侵，过。这他妈还玩个屁呀！不过你以为我就此放弃了吗？我手上有两个炸弹，只要这些炸弹能够炸到敌方的老巢，那这把胜利的天平将向我倾斜。四个五，四个尖。结果来说还行吧，接下来就看谁先撑不住了。对面很明显不会玩，这时候还动向，不应该先手吃我的车吗？你不吃我吃吃。行，看来是反应过来了啊，不慌，完事再打一张杀，给他马杀了，他也吃了我的马，这已经是进入僵局了。天助我也，南蛮入侵，南蛮入侵，过。无中生有，还想无中生有，直接无懈可击，再来一个冰凉寸弹，随即击杀对方三枚棋子，漂亮！对面已经是垂死挣扎了，就一个卒加上三个不能过河的子，拿什么跟我打？我再赠予他绝望的一击，万箭齐发。将军，最后再吃掉他仅剩的一枚兵，真光杆司令。110。结局已经很明显了，尽管他最后还在不停的挣扎。看到这个兵了吗？这个将已经被我宣判死刑了。吃，你这他妈也太出格了吧！而他问题不大，现在已经是风中残烛，一步一步慢慢逼近，就是现在杀！耶、yeah? ！